南投清境瀑布公路到全台上悬的测速器时速30公里，路肩也无大，当下就准备收红单。高山公路超速抓真严，水里乡16山的省道真宽真直，限速嘛是30公里，在地人真困扰。国道5号接国道3号南港交流道测速器限速嘛，敢那40公里，有驾驶未负反应。警告解除。过来看台中台湾大道，为正义大学到东海大学短短7公里尔，测速的有够多。台湾实在侪抓超速的网友都用地图去查询，找固定式测速点有够多，全台湾拢是，连中央山脉嘛有。来看国外有啥物无共款，代表红色的点的，这是英国的酒吧；啊，那黑色的厝代表的是波兰的教堂。民众认为这是文化的差别。文化上的差异差很多啊，就是我们的是照相机那么多，但是人家的是真的是可能提升心灵素质之类的。网友留言讲，这多抓测速的，真的是在滚国际耍笑，效率歹，阁无较安全，这就是台湾的现况。台湾测速点这多，无输外国酒吧甲教堂。一张分布图的比较相片意外，引起网友的共鸣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